宁愿被他骂死，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。嘿，芊芊，嗯，看，好看吗？嗯，还行。好看吗？好看呢。刘老师，干什么呢？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！ 你这干啥？练拳呢？伸直了？这要改掌了？伸平？校规第26条是什么？你说。 上课不能吃零食，你就知道吃。张琪，你说，下课不能打老师。你打个试试，把这道又交出来，门口站一节课。别啊，老师，多丢人呢！你还知道丢人呢？你不爱美吗？我让你在全校师生面前美个够。老师。 指甲油是我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戴什么指甲油啊？先上课，下课把手给我抠干净啊！石岩，别生气了。 别说了吧，我都被我妈说过好几次了，你就左耳朵进，右耳朵出呗。你宁愿被他骂死，你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。诗音。 是不是生气了？那我也是着急，我怕刘老师说你。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休息了。